ですけど、父が映画の世界にいた人間なので、僕は今俳優をやったり映画を作ったりしているんで、父の影響を思いっきり受けて今がある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して父がいない時に父を感じること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し、僕らの交流はお互いの好きな映画を、送り合うという、言葉じゃな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映画を通じて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変わった親子だと思ってます。那我自己的父亲目前还健在，可是他毕竟年事已高，所以我已经有好几次就是有觉悟说啊，如果父亲就是现在要走的话也不奇怪了这样。可是就算是这样子，我们亲子之间事实上是没有，平常是没有那么多对话的。那可是因为我父亲以前是从事电影工作的人，所以我到现在我会成为演员，我会想要当导演，会想在电影圈发展，事实上受到父亲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常常他就算不在我身边，我也可以感觉到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以及他的存在这样子。然后我们父子之间交流的方式很特别，我们不常聊天，可是我们会常常交换最近喜欢看的电影，我们会借由电影来对话。是，而且他小时候就收到他爸爸送给他一个日本大师的这一个 DVD 哦，培养他未来想要走上电影的道路。那个导演，我们来让导演来补充一下，是一个日本的大师。そうですね。僕がでも映画っていろんな映画があるので、見るタイミングってとても大事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僕が22、23の時に初めて父が成瀬美清という日本の、名映画監督の DVD ボックスを僕に、そろそろ見ても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ことで、見せてくれたり、そうですね、僕は、逆にその頃クローネンバーグかな、の新しい作品を、父に見てほしくて DVD を送った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そうやっていつ映画と出会うか、今日のブランク13もそう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皆さんが出会うタイミングだったら、とても深いところに届いてくれ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のタイミングを父がとても考えて僕に渡してくれていました。よし。好的，那我觉得什么时候跟什么样子的电影相遇，看到什么样的电影，其实可以影响人生很大。那刚刚提的就是我父亲送我电影，事实上是在我22、23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年轻。然后当时父亲觉得你是时候可以看这一套作品了，他就非常的就是意义深远的送我一套的日本大师成濑四喜男的经典全集。然后那个时候看的那部电影，我觉得啊，的确在那个时候就是认识这些电影，对我人生有很大的启发这样子。然后在我在5、6年前也有把我自己喜欢的那个电影全集送给爸爸，我觉得这个是也许爸爸这个时候他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爸爸是非常为我着想才介绍这个电影给我的。所以今天在这边到来看多少不在家，也可能是会是一个很好的 timing 或是很好的机遇，也许会在你的人生中激发产生一点什么样的效应也说不定，也是送给自己爸爸最好的情书的跟礼物嘛。对，好，恭喜你可以获得这个导演的全开签名海报一张 哦，提问的都可以哦，但是要提问的够好哦，不要乱问，还是可以筛选一下。来，那下一个。